逢農曆新年前後，台南寶濟店都會舉行燈會，成條街佈滿曬花燈，好靚啊！台南寶濟店已經有超過350年嘅歷史，由2012年起開始舉辦燈會。在普濟殿外的大街掛滿過千個的燈籠，他們的燈籠全部都是由台南市民親手手繪，每盞都是獨一無二的。到了夜晚，很多人都會來走下燈會拍下照，氣氛非常熱鬧，而旁邊都有些小食攤檔，還有很多人會過來表演，有些玩魔術，有些跳舞，還有人 busking 添。仲有一个好热心的老伯伯坐在老中心帮游人影相，影出嚟的效果令人好有惊喜啊！呢片灯笼海已经成为了台南的招牌美景，规模越嚟越大，所挂的灯笼亦都越嚟越多。你都快啲趁住佳节过嚟一起凑下热闹啦！